道家洗髓经。修习洗髓经前，默念口诀：头顶蓝天，脚踏地，阴阳运化显灵气，千簇彩虹盘玉体，万道霞光射羽芒。想象有朝阳从头顶照下入丹田。洗髓经准备动作：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头正颈直，脊椎拔直，松腰，双眼微微闭合，身体要直而不僵，松而不散，忘掉忧愁烦恼，心胸开阔，表情舒展，呼吸要匀长细，想到身体信息与周围信息融合在一起，进入一种完全放松的自然状态。修习洗髓经的基本要领是：用意不用力，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完全放松的意念引导下飘然完成。洗髓经第一节：凤鸣朝阳，乾卦为金，锻炼头、肺、气管、肠等部位，使腿与臀间的经络畅通，对肩周炎、关节炎、风湿有很好疗效。习练时，想象全身充满阳光之美。
洗髓经第二节，寿比南山。坎卦为水，锻炼肾、膀胱，滋补元气，调节内分泌功能。习练时，想象天空中有一条天河，天河之水浇到头部，从头部灌入，洗涤全身，把全身的疾病冲刷下去。洗髓经第三节，翻山越岭。艮卦为山，属土，锻炼脾胃，增强胰腺功能。习练时，想象手里托着山，手下降时把山压至掌下。
洗髓经第四节，青龙探爪。震卦为雷，属木，调节肝、胆、眼睛、血液等功能。习练时，想象自己是一条青龙，在向天空探爪抓出，治疗肝郁气滞，预防老年痴呆。洗髓经第五节，鹏程万里。巽卦为风，属木，调节肝、胆、血液、眼睛等功能。习练时，想象自己像一只大鹏鸟，欲展翅而飞，气势庞大。
起髓经第六节，雀飞蝶舞，离卦属火，调节心脏、小肠、脑神经等功能。习练时，想象自己美丽快乐，像天空中飞舞的大蝴蝶，悠闲自得。起髓经第七节，泥土芳香，坤卦属土，可使人身体强健，元气充足，抵抗疾病能力增强。习练时要体会泥土芳香的气息。
洗髓经第八节，碧波荡漾。对卦为泽，属金，调节肺、大肠等部位功能。习练时要想象自己在明净的湖水中，随着碧波双手滑动。拍前胸，一直拍到下腹。
拍大腿前部，拍膝盖，拍小腿前部，拍足部，拍后腰，拍臀部，拍大腿两侧，拍小腿两侧，拍双腿内侧，拍双腿后侧，一直拍到足部。完毕。